Hello， 大家好，我是苏菲亚，欢迎收看今天的主题单元。今天呢，这个制作单位给我的主题就是啊，工作不用自己做，十二星座运用 AI 工具可以让生活更美好。啊，我知道呢，大家呢最近呢都在关注 AI。AI 的旋风呢不但席卷全球，包括投资方面呢也是大家的重点。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准备好了 AI 的时代来临。不过不要忘记哈，我们自己才是我们自己的主人。那么今天呢想跟大家介绍呢，用四个元素啊，风火水土的四个元素来连接现在 AI 已知道的应用，给大家呢作为一个参考，看看是不是有可能在你的工作上或者生活上可以运用这些功能啊。那首先我们要聊的就是呢，土象星座啊，特别是你的太阳、月亮或是跟你沟通有关的水星、行动的火星啊，有关的这个星座是金牛、处女跟摩羯座。其实呢，这个族群呢，他不一定喜欢要学很多很多的 AI 功能，可是他们喜欢工作，喜欢利用工具让工作做得更好，然后呢，在他们的这个工作绩效或者收入上来的更丰盛。所以呢，在这个 AI 工具上面呢，我觉得啦哦，土象族群呢可以把握第一个就是你的公司到底要用哪一些 AI 工具。比方说，也许你的公司本来就会有一些这个新的 AI 软体。像 Microsoft 的 Copilot， 对不对？好，所以你每天会用 AI 工具来做会议记录、会议重点，或是整个这个一些报表的趋势搜集，好，数字比较。那么我觉得土象星座特别喜欢这些小细节的部分。那当然的，对个人应用来讲，像金牛座啊，他可能很重视钱，对不对？所以想要请这个 AI 帮搜集资料，就是如果我要赚多少钱，好。多少趴的这个钱，那我应该最近的趋势要投资什么，他可能可以利用 AI 来帮他找到一个比较适合他的一个投资方式。那像处女座朋友，你可能呢会想要利用 AI 来改善你个人的怎么健康状况，所以呢也许未来你就可以开始用 AI 来整合你的睡眠啊，这个每天运动的时间啊，还有饮食的卡路里啊，营养素啊，我觉得这个跟疗愈啊，特别是健康治疗有关的这个处女座，它非常适合用 AI 来做这个部分的调整。那么像摩羯座朋友呢，他希望在事业上面有比较大的重点发展，所以也许他能够透过 AI 的方式帮他整理未来跟现在的一些计划，然后一些比较，然后找到一些给他的一些建议方法。所以就工具的这个层次来讲，我觉得土象是非常非常适合的。当然也许未来 AI 会跟机器人做结合啊，所以也许土象的这个族群就会喜欢用什么 AI 机器人啊，帮你打扫家里啊，或是要准备做菜啊、料理啊，对不对？等等等，我觉得是特别方便的。那么再来我们看到是另外一种工作族群啊，是喜欢创意的、好玩的、吸睛的，那就是火象了啊。如果你太阳呢、月亮还有水星或火星，其中一些星在火象，包括了白羊、狮子或射手，你就会希望能够做出一些亮点。那我们知道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 AI 软体可以把重点的文字哦生成一片文字，然后呢它也对应出什么图或影片。好，那我觉得这个族群特别适合。而且呢如果你的工作又跟什么广告设计啦哦拍片拍电影啊游戏有关啊，特别适合。那再来呢，我觉得火象族群是一个喜欢抓重点，所以他们不喜欢很烦扰的事情。所以呢我蛮多火象朋友就跟我说，他最希望呢 AI 的这个功能就是个人助理。然后早上起来他就会问 AI 说，我今天晚上收了那么多信，哪三封信是最重要最需要及时处理的，告诉我。或者是你早上起来你就可以问 AI 说，今天的这个交通状况来看，我应该要开哪一条路可以最早到公司，对不对？好，所以呢这个 AI 的助理的部分呢，我觉得对于火象的族群来讲呢也是特别适用的。再来呢火象也是喜欢玩嘛，所以我发现有很多人他们喜欢画画，画插图啊，这个涂鸦。现在 AI 的软体呢也可以帮助你把你个人的这个涂鸦，你的小孩的涂鸦变成一幅图，变成一个影片。那我觉得火象呢是蛮喜欢，也特别能够在这方面去应用这个 AI 的。当然火象就是要漂亮，所以一般的一些照片影音的应用，把你变美变漂亮，我觉得已经不是问题了。那
火象代表的是影像、颜色、色彩，那我们就要讲到另外一个层次，叫做风象。风象呢，往往是跟声音、音波有关的。所以像我最近很多这个风象的朋友，他们开始用 AI 的一些软体编曲编歌，然后自己配词，玩得很开心，对不对？好，这个是娱乐层次的。但是风象星座呢，它的本质或工作上往往是收集资讯、分享资讯的这些工作，所以我觉得风象的朋友未来的在 AI 上的工作，一些相关的应用，可能就是比方说语言的翻译，对，你可能要跟不同国家的人、不同地方的人沟通，你一个东西写出来，它可以用不同的语言文字表现出来，然后散发出去。或者是呢，你可能真的工作上就是要编曲、编歌、配乐，那 AI 也可以帮助你。还有一种呢，是风象星座有的时候喜欢这个做这个程式的编写，好做网站、做什么之类的。那么现在其实 AI 也可以帮助你，就是它除了从文字生成图片、生成影片以外，它也可以直接转换成文那个程式码，好，所以你可能就很简单的就可以拿到这个程式码。那你要重新去做调整、开发，也会变得比较容易哦。这个是风象星座，我觉得蛮聪明的一个方法。另外，我觉得风象喜欢聊天，好，有的时候风象就是没事，也不太想要跟别人有太多情感的纠结的时候 ，AI 现在有一个陪你聊天的功能嘛，所以我玩得蛮开心的。那当然，我觉得未来好风象时代，这个社交还是很重要，所以也许好，我们很快就会有一些 AI 的这个部分在帮助我们去做社交的对象的选择、沟通、好认识的人。我觉得这部分一定也都是风象族群可以善用的，因为风象的本质就是要让别人知道你知道的。那你的工作如果是跟推广行销有关，那当然 AI 的这些东西本来就是可以成为你最佳利器。最后呢，我们要讲到就是这个水象星座，包括了巨蟹、天蝎还有双鱼。所以如果你的太阳、月亮或是水星、火星在这个水象星座的话，你可能有一点不太一样。怎么不一样呢？你可能比较重视是情感层面的，比较小圈圈的，你不需要跟大家连结的，你需要有一个情感安全感。所以是哪些应用呢？现在已经有了一些相关的应用，比方说我们可能有一些照片啊、影音啊，对不对？去旅行、去聚会啊玩的 AI 可以帮你变成一个影片，变成一个故事般的叙事法，让你未来可以再来做回忆。那当然，如果你有想念的亲人过世了，现在 AI 它可以用仿真的这个声音，或者是它帮你把一段影片变成一个比较长的影片，让你感觉你随时都可以跟你的过世的家人、亲友或宠物常常在一起，这个我觉得是有可能的。那再来呢，就是家庭居家的照顾跟陪伴。好，所以未来也许这个水象星座你是比较在意家人的，可是你没有办法常常陪家人怎么办？也许你可以透过 AI 的方式，让自己的语音可以不断的去陪伴家人，或是再连接到这种所谓的这个视讯，对不对？那当然，我觉得这个居家的照顾，未来在 AI 上面也会有很多的帮助。另外呢，有的时候这个水象星座并不是想要跟外在连接，所以他可能是希望跟自己的人在一起。比方说，今天我跟朋友、跟家人去哪里玩，你拍一张照片，对不对？你们到这个夏威夷，然后呢，之后只要回家，你们聚会的时候拿出这张照片 ，AI 只要它能够一读到这个照片，它可能就能够找到搭配的音乐，什么乌克丽丽的音乐，或是当时你们在夏威夷讲的话，或者是对照的一些海浪的声音，它就可能整个把它这个现场重现，让水象星座朋友在聚会的时候重新感受到那种温暖。那么让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AI 可以帮助水象星座或是其他族群做人际关系的管理。比方说你可以询问最近哪些人要生日了，然后你的这个朋友的这些亲友的喜好，可能 AI 它可以知道，然后最近呢流行哪些这个送礼的东西，然后你的预算如何，也可以透过 AI 的方式来帮你做礼物的选择，还有呢送礼的提醒，所以等等，我觉得未来 AI它是可以变成我们很有力的人际工具，只要你找到一个方法驾驭它，相信大家未来在工作上呢，都有可能有跟以往不一样的表现。那
那么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希望大家能够在未来的时候呢，找到自己喜欢而且适合的 AI 应用。我是苏菲亚，我们下次再见。